谢你给我简单的陪伴和温暖，感谢你为我负担这不安和心寒。有时间见朋友，还忙着有事，还忙着有时间呀。今天做糖醋鸡蛋。哎呀，醋也挺快呀。现在还有一瓶，这个糖醋鸡蛋吃不了，咱们还点吃。先调汁儿，再煎鸡蛋。煎鸡蛋往里放。我一直以为做糖醋鸡蛋是先煎完鸡蛋再放水再放调料的呢。我婆婆这样做的鸡蛋可好吃了，你们可以试一试。定型的鸡蛋直接放到这个汤汁里边，可高兴了，因为你快递到了。你看刘霞带的，然后这个是豆浆粉，什么呀？粉。看他姐有个亮灯的本儿，给他羡慕坏了，非得让我给他买。哇！这里面这个太多了，不太好看了。转过来看看，他挑了一个小男生。一会儿吃点水果去。妈妈，奶奶特意给你炒的。我都感觉有点少。连续吃两天了。奶奶怕他不吃鸡蛋，非得又给炒了一个菜。那回没有了，两口也没有，我俩再买吧。嗯呀。啥东西？想吃了。明天做完去。明天做完。明天做鸡翅吧。明天做鸡翅。你吃不吃？哦，不吃。明天做鸡翅。哎，每天都吃好吃的，这件事是真好。是啊，都可你的菜来，你觉得是好吃的。明天冷不冷啊？嗯。今天就够冷的了，明天还得冷。冻冰啊？嗯。他们高速都封道了吗？冻冰了。